好了没有？如果好了，就全班就都好了。好，我个别辅导。其实学生思考中只为让大家更了解我们的团员。第一个题目呢，最喜欢上哪一堂课？答案秀出来。基础乐理是一样的，对，跟两个刚好一个算音乐底子还不错，一个是新手。因为我是鼓手出身嘛，其实对一些那个旋律的概念呢、啊，其实还蛮挺不熟的。有时候就 YouTube 看一看，就没有循序渐进的去学。然后上了老师的课之后，就对乐理有一个全面性认识啊，这样，所以我觉得学到蛮多的。吉恩姐是，其实我是完全没有乐理基础，那来中科大最主要就是标榜从零开始。事实上也是，我们两个都是。对。然后我还喜欢宜盛老师的气质啊，他就很温暖，然后就说。那个好了没有？如果好了，就全班就都好了。好，我个别辅导，来，我有加分哦，我一定要让你们上到会。还是专业演员啊。嗯、老师他会看到每一个人都会的时候才会教下一步，是非常有耐心的，手把手那种感觉。对对。那雅雅呢？为什么学柯元哲老师？选老师不是选老公。我们场外工作人员哦，灯超不要看。柯元哲老师，就是我刚刚不是说上课听到他弹琴就觉得融化了，一恋爱。哦。这单纯是教学模式帅气。为什么常常写俊宇老师？老师上课模式有一种慈祥父爱的感觉。同学，如果你们想要找温柔的老师，然后帅气的老师，有父爱的老师，都欢迎来我们中科大这边，琳琅满目，好不好？